来，请这个泡沫布啊，啊，这是一层泡沫啊，背面很，这一层很薄的布嘛。机器是有配一个立式带轴承的料架的，啊，材料一卷一卷的可以挂在上面，啊，料架带轴承，前面轻轻拉，后面就跟着转嘛。这一片我就随意放了一下，那，啊，这个是机器的自动放料机，下面呢是光电感应呢，啊。这是机器的分切刀啊，这个宽度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可以任意调节。那这是开关和调速器哈。机器是电脑程序控制，你这个横切的长度要切多长可以任意设置啊，以毫米为单位可以精确到0.01个毫米。材料没多少哈，我们现在切个100毫米长啊。这个速度可以调快慢，我们用个慢一点的速度演示一下啊。看材料两下切没有了。那一切多少个可以设置一个总量，那可以中英文切换，啊，这个是分切刀的开关，让我们切一下。这里把材料都是压直铺平的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切出来的效果。比一下看一下，都是一样的哈，这个断面呢非常平整呢，非常平，尺寸也是非常精准的。方方正正的，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很漂亮啊。